莫非楚主计谋他就杀杀无辜，一次逃到了明镜台，还请大都督府稽查。 都督这，徐长史查案，还不快快出来觐见？走。干什么？ 师兄，来了也不说一声。深更半夜，你怎么会在明镜台？这不都是男人？你说我干什么呀？倒是师兄带这么多兵，查案子呀？今日聚宝斋遭了贼人，死伤颇多，大都督府全城缉拿要犯，有消息说。 有贼人躲到了明镜台，我就过来搜一搜。师兄，你说什么呀？这扬州一向治下太平，怎么会出了贼人呢？还杀人无数？这件事你一定要好好查一查。我呢，也得起到督察之责，上达天听。 区区几个小毛贼，就不便惊动圣人了。走，师兄，师兄，你这不是这怎么了？墨哲，这赶着这么重的风寒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啊，不是。 见过徐长史，见过武郎君。这我明镜台出了何事？这般多人啊！刚才徐长史说，聚宝斋进了贼人，还杀了不少人呢。说是嫌犯跑到咱们明镜台，这才带兵过来查一查。聚宝斋，在我明镜台？若在我明镜台，那。 那，徐长史，那边都搜一搜，搜一搜，我们也能安心。是啊，师兄。怎么衣服都没穿好？你搜你的吧。